我们用美国刚过世的这个民主理论大师哦，道伦道一些观点来讲，哦，参与式预算如何跟一些民主的基本原则联系在一起？道伦道讲说，民主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政治平等，每个人的地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所以每个人的需求跟愿望，我们都要在政府的决策过程里面被纳入考虑。没有哪些人的命比较高贵，所以他们的需求就要被特别的对待。那如果这个政治平等的原则要能够落实的话，那这个民主就要有几个要件。首先，我们要有这个机会，要平等的这个机会，我们能够提出有待决议的问题，我们要能够向其他公民来表达我们对政策意义的偏好是什么，来说明我们为什么会支持某些方案。政府怎么花钱，他没有来问过我们，议员也没有来问过我们，他不知道我们真正需求是什么。在影片我们看到，老年人他们需要一个椅子来坐、聊天、晒太阳，在公园里面，对，他没有到我们社区来，不晓得我们这个社区的椅子都这么长。我们提出这个主张，我们要改善公园的设施，这是我们需要去增进我们老年人的这些福利的。我们去说服民众，说为什么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让我们这个主张能够在这个决策里面，要能够纳入考量，所以我们才能够让每个人的需求被平等这个对待。而且呢，我们必须要在合理的范围里面，我们要有机会来了解各种方案它所可能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你为什么支持不要买比较多的电脑设备给弱势社区的学校？为什么我希望能够盖这个篮球场给青年们来打球？为什么我希望要有一大面城市的空旷的墙让艺术家来涂鸦？这些政策为什么你觉得是必须要花公共预算来支持？你要说明理由，你要争取大家来支持，让大家有机会来听到这些不同的群体他们的声音，让不同的群体他们的需求都在决策里面纳入考虑。参与式预算他是想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民主一个要件，所以透过脑力激荡，我们把我们需求讲出来，提出方案的时候，我们要说明为什么我们支持这个方案，它的理由是什么，我们才有办法让政治平等的原则可以去落实。好，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再来谈谈这种实际是这种参与式预算，它会带来哪些影响？第一个，它让我们更了解这个城市。你知道青年的需求是什么吗？你也许不会想这个问题。好，现在啊，有3000万的预算，那你来做决定，你觉得青年的需要什么？你要去研究，你去想我需要什么？你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你看看你旁边的朋友，那你会更了解你自己，你这个身份的群体，你们的需要是什么？如果你是在这个社区，到底这个社区需要什么？公园，里民活动中心，还是呢，在公园里面装明亮的灯光，可能你才会有这个机会。更认识到你的社区、你的群体，他们需要是什么，而且你还有机会去认识到不同的人的需要。在座的也许有很多是在念大学的这些学生，但是有些人他这个时候没有办法来听演讲，他要去打工，他家境不好，这些年轻人有他们别的不同的这个需求，
我们在我们生活世界里面，我们从来很少碰到跟我们不同情的一些人。但是当我们要讨论说，对我们这个今年去有钱要怎么花的时候，你会听到别的不同的声音。我们会去了解别人有一些想法。你是一个喜欢骑单车的一个人，所以你希望台北市开辟很多的脚踏车道，啊，你希望那个合并脚踏车道它还有更多的改善的这个空间。可是有些人希望钱不要花在那个地方，他觉得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治安的死角，他希望能够把钱花在维护这个治安。你也许你所住的这个地方你没有这个问题，你出门从来就不会害怕，你不晓得你某些夜归的人，啊，他们的担心。透过这个讨论，我们要用不同的声音，我们能够去了解跟我们生命处境不一样的人，他们的需求、他们的想法是什么，我们的眼界才会扩大，我们才会跳脱自己本位主义的这个思考，我们有机会去了解别人的需求，我们用更大的角度来看待公共利益，不只是纯粹从自己的这个利益出发。再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案的这个讨论，我们对政策有更开明的这个理解，然后我们了解每个不同的方案的这个政策，它有优劣得失，它不见得对所有人都好，但它对某一部分的人好，我们是觉得这个是符合正义的原则，可以去支持。你会对政策有更进一步的深的这些理解，清楚这些理解，你不会人云亦云，你不会凭感觉来支持或反对某些这个政策。再来，我们能够让政府的政策更加能够去回应民众的需求。刚刚讲过，当政府提预算，民意机构来做决定的时候，那个不见得就是完全是民众他们所想到的这个东西。如果民众有机会把我们的需求提出来，让别人了解我们的需求，大家经过讨论来表决，那经过这种选择的这个过程，它会让政府企业花在我们所需要的一些地方，让政策更能够回应民众的需求。一个能够回应民众真实需求的政府，不就是一个民主的政府所必须要做的工作吗？所以它就更接近我刚刚所讲的那些民主基本的这个。所以我们来看看啊，在美国有几个城市，他们是怎么做的。芝加哥，先看芝加哥。刚讲过，芝加哥市议员他有一笔预算，他可以支配，看他怎么用。哦，那以前的话就是他自己来决定。哦，他当然是用在对自己的选区的利益有关的，能够帮助自己。竞选，当然是最好。那有一个市议员呢，叫做 Joe Moore， 他就想说，其实这样子花也不是很好。他就接触到一些跟参与式民主有关的这些理念，接触到中南美洲他们在进行的有关参与式的一些预算，因为他觉得这个想法蛮好的，我们就来试试看。他就在2009年。开始做尝试。那我们知道美国有很多的民间的机构，他们在推动各种参与式的那个民主的运作，就有一个就是叫参与式预算的一个工作的基金会。任何对参与式预算有兴趣的团体，他都可以跟他接触。比如说现在年轻平台可能也是想要做电视这个工作，可能要训练各位里面有意愿的一些人来当组织，在台湾各地去推动参与式预算。美国有这样一个组织，所以呢，这个市议员他就跟这个组织接下，一拍即合，就协助他在他的选区来进行这个参与式的这个预算。2009年到现在，那个4-5年的时间嘛，做出来成果不错，所以呢，其他的地区也在仿效。所以目前大概有三个选区，不是很多啦，
可至少他不是很孤单，有些事业你会跟着做，所以每年大概有大概300多万这个预算，是用参与式预算的方式来做决定。那以周默尔他所在的这个49选区来讲，他是这么进行的，他有8个社区，他六区里面可能有8个社区，我在哪个社区里面我先召开社区的会议，这个社区里面我们有什么样子 的这些需求，我们脑力激荡大家提出来。还有一个全区的，因为他那个地方有很多很多那个拉丁美洲移民，拉丁裔美国人，那可能分布在很多的地区，他要去回应这些移民这些拉美裔的这些群体他们的需求，所以有一个跨区的，特别是针对拉丁裔的西班牙裔的这些那个居民们，他们的一个讨论，提出这些需求之后呢，再来他们有选举代表，选举代表每一区选举代表，然后分6个主题，这个主题包括它可能跟街道有关，跟运输交通安全有关，跟公园还有环境有关，跟艺术有关，大概有6大的主题，每个主题呢大概有比如说6个方案，所以我们总共有36个方案，对不对？各区我们想法很多，每区推代表，我们把这些想法把它凝聚成为可行的方案，总共36个。这36个方案，我们再来进行投票，进行投票来选出6个方案，所有16岁以上的居民，注意包括非法移民，你没有投票权的，对不对？你在美国居民有投票，可是他们住在这里啊，生活在这里啊，所以他让他们也能够去参与做决定。他所生活的社区需要什么东西，只要16岁以上都可以来参加投票。所以在2009年实际上有1600多人来参加投票来决定我们这130万预算要怎么花。那目前呢，执行到目前为止，大概有730万的一些预算是透过这种方式来做决定。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总共举动的6800个这个居民，他们来提案，那他们来参与投票，总共有47个计划。这个计划包括社区的社区公园还有街道的这个那个修复等等，很多很多能够反映出社区居民需求。用这种方式来达成，这是芝加哥。讲一下纽约的市议员也是一样，他可以分配特定选区，比较多一点，今年应该是300万左右，他们能够分配，因为纽约人气比较大，然后那个他们可能可以分配预算比较多一点。那也是，特别是他在东布朗市。然后也是很多西班牙裔的地区，他的市议员他也想，他也接受了一些你的餐饮市民的一个想法，他也想过他在他的选区来做一点这种餐饮市的预算，那也是一样，他引起的其他选区的市议员的仿效，所以整个执行下大概有2800万，这个比芝加哥要多蛮多，大概加个4倍左右。来，用这种方式来执行，大概有总共有150个社区参与到这个参与市这个预算的这个过程，那总共有超过36000人来参加提案、参加投票，总共有12个选区，很多了，比芝加哥还多，芝加哥只有3个选区，所以纽约市的这个参与市预算，正在一个。往一个
个扩大的方向在发展。那我们来看一下纽约市，我们刚刚讲过那个东布朗斯，他们才是一团怎样来执行？把我们再那个播一下，那个给第一个连接。再回去，我就点第二个链接看看。是这个吗？刚那个？那第一个没有说，再看看。啊，是第一个吗？是第一个。啊，这个。My name is Stefan Hodges. I'm 27 years old. I live in Frank Douglass Houses on 102nd and Columbus Avenue my whole life. Growing up, I always wanted to make things better for my neighborhood, but I never really knew how. For me, it was about fixing up the local courts. Let me speak with the crack. It starts all the way up here at the 3.9 hill. Right after this little patch stops, the cracks start again and they go on for about like 14 steps. What happens is the grass starts growing the cracks, and as you're running, you may trip over this crack. And it unlevels the court where somebody's foot could either get caught up and trip, and it's uneven for somebody to have a straight jump shot. This court, it needs something new, it needs something different. It needs more than just a patchwork of tar and maybe a paint, a slap of paint on it. It needs more than that. This is about seven developments right here that are right around the surrounding sport. I mean, we gotta do something better for our youth. Adults, seniors, everybody needs to get out and get some kind of exercise. We're trying to redo this whole court. Besides taking it up, we're just trying to level it out. And we're trying to get a backboard or rim function for this side, and also this side, which seems to be at running at 20%. At Brooklyn Team, what we want is we just need benches for the people to come out and enjoy the games and things that go on there. Look at this. Not only boys that use the court. You know what I mean? This is a much needed thing. Every project comes from a need. It's not someone just making something up and let's see if we can get that money and have it spent. You know, everything that somebody's proposing is something that somebody put time and effort into to be changed, and hopefully that's what's gonna happen. So back in October, I saw a flyer in my building about New York doing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for the first time. It was saying that our councilwoman was letting the people of District 8 decide how to spend $1 million. Councilmember Melissa Marbury-Aitor, representing one of the four council districts that initiated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here in New York City. Represent District 8, which is primarily East Harlem, but also portions of the Montague section of the South Bronx and Manhattan Valley, part of the Upper West Side of Manhattan. It really is democracy in action. My district is primarily low-income community. I have the most public housing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And it's a primarily Latino district. So it's really communities that historically have been disenfranchised and feel the government doesn't speak to them. That's why I felt all the more reason this was very important. So me and my good friend Lou, we joined the District 8 Parks and Recs Committee. We learned about city budgets. If you wanted to say both the Housing Committee and the Parks Committee are pushing this project, then we research, develop projects that we go with best of our community. The last week of March, all the residents of District 8 got to vote on which projects they wanted to spend $1 million on. Like,
graduate or something like that, you know, kind of like you see where all your hard work went. You know, I might be able to get things done. Go Parks and Rec. Yeah. We at the end of the project, and we waiting for the results to come.